做到一定的 service standard， 以心为心，只要做到这样的话，我相信呢我们 LiveMed 一定会受欢迎的。护肤的程序都挺简单的，都是做一般清洁保湿的程序的。主要呢我自己都是一个礼拜都会去一次 LiveMed 去做一些我需要的均匀面色和一些提拉一些 firming 的 treatment， 所以我不是花很多时间在自己家里面保养。其实呢我呢因为成日出 trip 嘛，所以呢我每一次出 trip 呢我都会我屋企预先已经 pack 好咗一个咁大嘅一个旅行 bag 咁样，正常我一定会带翻我哋嘅原液啦，跟住我会有眼霜、面霜、洗面落妆。咁最近我就食紧 NMN 嘅，所以我就一定会有大約十日八日的份量在那個袋裡面。咁但最近我会带多咗 James 嘅，因为呢唔知点解呢而家呢年纪大了，觉得呢好乾啊，皮肤搭飛機都好乾，所以我就会拎 James 呢去在飛機上面噴咯。啊，最重要仲有个五秒面膜，我一定会带嘅。呢啲就係我平时去旅行必带嘅嘢啦。LiveMed 在香港开了20年，我们有每一个 center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驻场医生，我们选用高端仪器正牌正货，所有消耗品我们都是会逐次更换，不会重用的，因为很多时可能有时一些小事情大家未必会留意到，可能一个要导电的仪器会有一个 pad 预先黐落个身上的，用完了可能有些公司会选择就这样消毒一下，跟着之后就重用，但 LiveMed 是绝对不会咯，所以所有可以更换的任何一个部分我们都会用新的。